那等一下再到这里集合吗？在这鬼好啊，脸前面集合。好，那鬼你脸，去楼鬼脸梯呢？好了，直接在楼梯里集合啊。这里哦，好哦，那我先去搜二楼。医疗箱哦，哦，军队包诶，绷带哦，好烂啊！我到底是买搜了军队包还是医疗箱啊？为什么军队包里面是一个绷带？绷带好啊，是不没好错啦，绷带比医疗箱好多了哦。应该说医疗箱不用那么多哦。我看到一个汽油哎、欸，可是不能捡。该不会你是可看，以？三楼，你要不要来三楼一下？好，去上看看。哎、欸，三楼啊，没有路可以走。刚刚你不是走上去的吗？可是它上面没有商店，没有商店。这是一个没有商店。你看这个，里面是垃圾啊，汽没有。油，该不会是拿那个油桶可以装吧？不是那个水壶。水壶吗？那我把水喝掉。你有空的保特瓶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刚好没了。好吧，里面不能装。好，你可以回二楼了。他来到三楼，不能装，太可惜了。绷带很好诶、欸，我去那边买64个绷带，想说如果中毒的话就直接。刷绷带就好了。我有点不想吃马铃薯，补的够少。那、啊、你饿了还是要吃啊？等一下拿去送人算了。我包包塞爆了。哦，楼下有人进来了。真的、哦？对啊。哇！第三个瞄准镜，反正他不会来三楼的啦。为啥啊？因为三楼那么高，一楼都捡不完 有可能。他来三楼干嘛？有玩家上来的啊，几楼啊？在这里。二楼。我在三楼逛。交换物资，有一个玩家跟我交换物资，他丢了好多件衣服，都捡不起来了，我已经晒爆了。好好笑。哼哼哼，帽子。还可以给他买零食，太好笑。斧子，我拿到好多斧子哦。我爪枪丢出去了。对啊，我们回去吧。这不是我拿了颗手榴弹。你，这是你啊，二等鞋。这不是你。咚咚咚。我看到你了。看到你了，诶、欸。有看错人，好再多玩来，家在这里玩，你有看到那个蓝头发的玩家？那个是蓝头发吗？对啊，我是鬼脸，你是鬼脸，你会不会有僵尸？物质声音还蛮好听的，你在干嘛？物质冲锋枪啊？怎么？你要教育什么？哦，箭矢，对，黄金箭矢，对，剪，只有一只哦，对啊，我只捡到一只啊。啊，没关系啊，给你个100。给我100干嘛？我觉得我们该回去买大背包再过来了 这边实在是太多的东西了。好啊，